话，就点这个，这个就是它的子程序，就是点一下这个，然后点开始，它就可以单独焊接了。点开始，看一下这个，这个就可以单独焊接。调那个切割刀的位置，切割的位置，首先第一步就回起点嘛，然后我就点这个，比如说向左调就是剪嘛，就是向里面夹紧，这个调了这个数值会有变动，对，调就是相当于调到你调完点这个对刀，然后就可以了，就是可以，这就是调整的那个切割的位置，就是切刀的位置，然后这个我就回起点了。调完这个数字这儿会变成1.31啊，比如说我要向里面调，我就调，不是太好点啊，看这个数值变动了，然后点一下对刀，然后这里会稍微跳一下，然后回起点，你要确定调好了的时候就稍微点一下，然后再回起点，这还是变成1.31，就说明调好了。然后向右调就是它可能刀夹得太紧了，向这边调，然后也是一样，调完了点一下对刀，然后回起点就好了。可以稍微挪一下别的，有可能这回起点这变成1.32，这就是调那个切割的位置，就是可能切割的位置会多一点少一点的话，就通过这里调。然后焊接的位置的话，这个是主程序嘛，这个是子程序，通过焊接的位置，通过这个子程序调这两个坐标，就来调节。比如说这个要向左调，就它这个这是0.9嘛，我向左边就是0.95，就点回车就可以了。然后你可以通过红光来看这个，就是看切割的位置，可以把光闸关掉，激光这样就不会出激光，通过红光来看它的切割的位置。